是我入哎、欸。Angel， 谁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是哪里啊？而且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是一个装饰而已吧。装饰艺术，这 Ivy 平常是读那个，它是一个高级餐厅。啊，对，它到晚上才会变夜店。啊哈，啊，它的这边就夜店。对。哦。OK 啊，摆 pose。没有，没有，大家都要拍照。这里就是整个都鸟了。还有跟大家讲一下，对好好。有，刚刚大家看，所以这个是鸟笼吗？天使什么？好像这个天使。啊，为什么看鸟笼要用这种？啊？为什么来看鸟笼要化浓妆？我就没有化浓妆，就拍完婚纱照，随便公布一本。好，我想说，好了，你要不要拍一张？